加强这一块的感受，越长越好。这个上去的时候，跟刚才我的运动的范围是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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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它就是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一句，一臂越长越好，一句越短越好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这个中心它不是死的，它是活的。中心上去的时候，假定比如说你现在站好，你摆了摆了，我这样推它。我如果这个思想是死的，就是摆在这里，我们讲讲演是死的，它活的呢，它是运动的，有过程的，过来有过程。我如果这样去给它这个中心的这个时候做死的，那必须什么呢？第一，我人要围着它运动，这是第一。第二个，中心这个中心如果不移动，对它的威胁不大。当这个中心只要一移动，围着我运动开始产生，它就开始就对它的威胁就大。所以第一步是我自转，第二步我意念出去放在那个弓转，第三步那个弓转围了我就开始运动，它就站过了。这个就是一个中心的作用，这个空中心的作用。这个手上去的时候还有一个叫什么？始发点不同。始发点不同是什么概念呢？就是说，如果我的始发点放在我的身上，这样去，这样始发点，就是它自我。不管我是走弧线还是走什么线，它自我。我现在这个手在过程过去这个一瞬间，并非是放在我身上，而是放在一个某一个空间，哪怕是这里，还是这里，还是这里，任意的地方。我手还是那样动，但是我心是那样动的，就是两点了。我过去的时候，他围绕我，啊，他围绕我，我围绕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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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直始终是保持这个状态。他的运动，他这就是在这个点上，他的感受就是没有支撑。你站好啊，你看。如果有支撑，就什么感觉？就是我这样给他，这就能支撑，能撑住，对吧？我这样过去，他就有支撑，对不对？因为是我过去嘛，所以我这样拨动他，他有支撑。但是我只要是从这个空的，我这手还是这样，我心是从这边开始，你看，他有支撑吗？他就会觉得没有支撑。没有支撑的作用是什么呢？就是他想象不到的一个东西。你手这样。我手搁在上面，如果我的力量思想都是从这边过去了，它就可以抓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的力量不是从这边过去，我们假设这个地方有一个手轻轻的这样一带它，比如它，你看它的反应不一样了，因为我这个手不用力撑住，如果我用力其实还是有事。我现在是这个手是不用力的，我的力是放在我们讲引力作用，我放在是这个地方的运动，它就是下意识的不是很抗，对不对？就是下意识的很抗。但是我要保持这个感觉，如果我一旦这样用劲了，它又感觉到我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也是一种就是分析了。那么现在讲这个所谓空中心，空的运动，空的中心的运动，它里面一个关键词就是不从我出发。不从我出发的很难，为什么很难？往往上去就是要从我出发，很容易的就变成是推他、打他、抢进去、压，这个都是属于从我出发。他这个关键就是要不从我出发。那么我们讲一个拍，就是这样，这样，就是了，这样子看，我就这样拍他。如果我从我出发的拍，用我的身体啊什么，我这样拍。看它是自然的，是，你看它都是自然的，这个就是要来顶撞你。我这样拍过去，它自然顶撞我。但是我同样拍过去，我心里不是从我这个人这样拍过去，我的心法从空当，从一个没有的地方，啊，你看他的手，哎，他手是往下意识会往回撤，并非是往前顶的。如果我人过去这个，你看他下意识就是这样的，但是那种想法过去的时候，他进去，你看他这个手是往回指，不往前指，不往前顶的，他是往回撤的，不从我出发，
从我出发，是从空的地方出发。这个空的地方就是你要培养的东西，培养什么呢？我们讲中心运动，因为人就是在培养的。我的想法就是围绕这个空在运动，这个空在运动，这个空在运动，空在旋转，空在旋转，时时刻刻一直在培养这个东西，培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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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培养到一定的时间变成下意识，下意识了以后，比如说你在带孩子，讲过啊，比如说我带，说你跟我走，你不要跟我走，你不要跟我走，你不要跟我走。就是这样的情况下，他也拉扯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要叫他跟我走，所以他不跟我走。现在不要我要叫他走，我心想就是空的地方开始，人不是从我这里走，空的地方开始，跟着我走，是吧？他就是好像会有一种使不出劲的那种感觉。一个情况下，他是可以有一个对应点，可以使力，可以。用力来扛，还有一个情况下，他就是相反的，他就觉得，我想，我心里想，很想，很想不跟你走，但是哎呀，怎么搞的，我还是跟你走了，还是跟你走了。他就像坐过山车一样，他的行为不听他的大脑指示，他的行为就开始变成很好对付。我这样用他的时候，如果我是从我出发，我用他，他也是有这个东西，但是我不行。想的是别人的方式，他这个动，动他他就很容易听话，很容易听话，他就不容易站稳。这个不容易站稳，并非是我去拨弄他，我这样拨弄他，你看我这样拨弄他，他还是能站稳。我用劲去拨弄他，他还是能站稳。我抢速度、抢时间，可以战胜他，但是拨弄他的时候，他还是能站稳。就是要用放空了以后，他用他的时候，他这个感觉他就是不容易站稳。对吧？他不能站稳，对吧？如果我用力量去弄他，他肯定还是可以跟我拼一下子。尽管他肯定是小于我，他的力量肯定小于我，我也可以打他。但是他，你不要问别人，问他自己，他会觉得我还可以拼一下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用那个方法的话，其实他也想拼，但是。他就会觉得什么，就没有斗志。某种意义来讲，他就是没有斗志。这个南方区的力量，他会很顺从我的引导，就是往那个方向。那么我现在的运动就是从空出发，自己的一个点，然后从讲引力作用，讲那个中心作用，这个中心点围绕它运动。我假定这个肩围绕它，我这个肩运动。我这个肩围绕这个中心点运动，中心点围绕它运动，它围绕它运动，它这个上去它就是不受力，就是不受力。我反过来往那边旋，刚才是往这边旋，现在往这边旋，现在往这边旋，往这边旋，它就是这个人就是很难受，很难就是找到我的支撑，找到我的支撑，对不对？